杨教授请到我们中南大学来做讲座，我个人深表荣幸，我们总会也深表荣幸。我闲话不多说，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杨和平教授。大家好，别叫我教授，叫老杨老师行了。到了学校来特别高兴，中国人，我怕辜负你们的期望啊，所以有点不安啊，所以讲的不好原谅，我只是通过我父母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谈谈你们本来应该知道的中国六十年，但是这个六十年里边有很多东西的话，你们可能知道一些，有些也不太知道。觉得咱们交换一下意见，看看从我的角度首先讲讲我父母他们怎么来的啊。我父母呢，我父母是美国人吧？因为他长得像美国人是吧？那么他父母到中国来为什么留在中国到中国来好奇心可以解释对吧？为什么留在中国，这个就不容易。那么我自己呢也是华工时代长大的后来1974年到美国去了然后在美国当工人，中国也当工人，美国也当工人，所以呢两个经历对比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应该说挺有意思，反正我觉得对比还是反差挺大的。那么有时间了咱们再讲讲，或者把这最后的一部分留在大家机会上好吧这是我的一个。那么先讲讲我父母里边这分几个年代吧一步步来这是我父母去世以前，他们在北京他们住在一个农场所以呢你想想我父亲呢是一个劳动，按中国话来讲是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我母亲呢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两个人差别很大那么他们为什么认识，通过我舅舅我父亲上光耀大学的时候租了一间房子，结果一个大汉子就是我舅舅也一块租他们一块儿从这儿认识，我爸爸认识我舅舅，认识我妈，认识我的好多亲戚吧那么这个还有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美国是经济萧条那么中国人近代经常爱说与时俱进，那么与时俱进在30年代40年代是应该是市场经济呢还是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市场也是计划的你想想市场经济陷到泥潭里边不能自拔是吧那么苏联的那时候的计划经济从十月革命到21年平北整个平息了内乱以后开始搞生产建设到二战开始不到20年的时间，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工业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对吧，而且这个超级大国呢还是战争在他的本土上打的呀，美国是没有得到本土上没有任何损坏是吧，除了夏威夷几个小岛被日本炸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当时在世界舆论里边认为计划经济是威力无比的，使得西方资本主义非常恐惧，所以当时人们没有说如果按照发展是硬道理肯定是计划经济所以他们当时批判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老百姓没有自由不是现在说好像计划经济都一塌糊涂似的，那个这个历史这是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吧那么
我父亲那边他是养牛的，那么经历了这个大萧条，生活比较困难啊，困难跟中国老百姓不一样，美国老百姓那时候说困难就是说没有零花的，吃是没问题的啊，各位农民。那么我母亲他们的家庭里边知识分子，经济萧条对他一点没影响。所以有些人呢，你看网络上介绍我父母的，有时候这个写那些事情啊，写事迹的话，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啊，我发现是创造性挺大的，添油加醋，然后呢，我往往是以这个中国人的视野来描述西方人。哎，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好心肠，特别好心肠的人，描写我父母怎么认识的，什么，然后他描述什么，有一次我爸爸、我舅舅、我妈三在一块，三个人在一块美国讨论政治，我妈还说，来，我给你做点东西吃吧。妈从来不做东西。他是那种啊，这个烧水不烧壶的就不错了。啊，所以这往往这是看好多都是拿中国人的那个思维来写西方人，所以呢，他们到中国来好奇心可以解释啊。那么为什么留在中国那就比较难了，语言很难解，对吧？那么我先讲讲我父亲的背景，这个不是重男轻女啊。这个你看，说实在话，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人家都讲养老夫妇什么东西，但是我父亲去世以后，人们发现我妈更出名啊，因为一个农夫到中国养一辈子牛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学无何物理的跑到中国养一辈子牛，哎，这怪了，对吧？啊，所以呢，我先讲我父亲不如我妈更有名，但是中国老百姓有的时候啊，他那个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你看有一次，前20多年以前了，我跟一个同学，我们一块在西单还是北京的地方走路啊，一边聊一边说话。一个大学生骑自行车，一看就这个人说话说中文说的不错，他停下来了，他说：“哎，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我说我中国生长的。你多少来的？我说我中国生，中国长的。哦，你爸爸在中国。哎，我纳闷儿，我中国生证明谁在中国呀？好，不啰嗦啊。毕竟他是先来的，所以咱先讲他啊。那么我父亲那一辈，那个我爷爷也都是打工，都是工人啊，后来是务农啊。他你看啊，现在啊，中国人有了解放啊，就说你说那么多人，一个姐姐一个姐夫，那中国过去老百姓也是那么多人呐。对吧？那时候没有计划经济，现在也没有，美国那时候没有。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过去社会里边，人都是大家庭，特别多，是吧？那么你看，现在不知道你们这儿怎么样，在北京你要到银行去取钱、存钱，那个他老给你播送，要防备诈骗犯，要那个不要轻易转账，不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那骗子特别多，是吧？你看我爷爷就被美国人骗了啊，所以中国的骗子都是从美国来的。现在那种骗子手法在美国的市场啊，因为美国人现在对什么事都特别怀疑啊，对什么都打问号啊，谁都不敢信。中国老百姓呢就比较善良，比较亲切啊，所以那些诈骗犯才能有市场，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人呢，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
头一次上当怪人家，第二次上当怪谁啊？叫怪自己吧，对吧？放心，这样。那么所以这是我爷爷那份历史啊。但是美国那时候啊，上大学倒容易啊，这个学费是免费的，那么就是生活费用就行。然后呢，七个姐姐。先把头一个送上去，然后呢第二个送上去，然后呢头一个开始工作可以供养下一个，一个传一个，跟传声带似的，是吧？这都上了大学了，真不容易啊。所以这方面就是当时啊，这个美国那边一方面有强烈的反共宣传，一方面美国经济陷入泥潭里边，所以一家大小就是辩论啊，七个姐姐一个哥哥，那可热闹了。所以这是一个土壤，思想改变的土壤啊。那么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通过韩冰，我舅舅呢认识了这个当时施诺写了一个叫《红星照亮中国》，那讲的是长征毛泽东整个那个故事。哎呀，所以他呢对中国这个特别感兴趣。那么正好是二战，那么这个后来其实最主要的人还是我的姑姑，是吧？我爸爸的我应该弄坏了，是我姨啊，因为姨是我妈的姐姐，是吧？叫什么呀？各地方叫法不一样，这是语言啊，这语言这个有的东西啊特别细，不同层次有不同名字，有的东西呢不在乎。你看中国的这个等级观念非常强，是吧？中国人话等级观念非常强，所以呢这个叫什么名字，你们回老家过年时候见谁就叫什么，就是特别重要，是吧？那西方人啊，老一辈的 and所有女的都是 aunt， 所有男的都是 uncle， 很简单。但是你看啊，这个中国人叫牛有几公牛啊？好，黄牛、水牛、奶牛、黄，但是都是牛啊。他不在，就是他是那个形容什么样的牛罢了，对吧？那是英文。你们不要叫用这样称呼啊，你们知道 cow 是吧？bull， 那不就是 bull 对吧？小牛呢 cat 啊，那个青年牛叫 heifer， 是吧？你看这个养殖人生的对吧，它对不同东西都有不同的名字啊。在西方呢，它对人的等级观念不强，就是 and uncle 就完了。所以这个称呼里边也反映出一个文化，是吧？那么好，那么我的姨啊是当时是美国左派的共产党的，他呢就更连我舅舅我爸，他说面对着法西斯进攻，我们不能主张和平主义，所以动员他们参军啊。所以呢，我舅舅呢就参军了，结果体检不合格，让他去搞军事情报，送他到中国来。他1945年到的是重庆，正好赶上国共谈判，毛泽东呢是在重庆，然后他呢就约好了毛主席约他要采访毛主席，他们呢花了3个小时，结果他被毛主席采访了。那么我爸呢把牛卖了，把牛卖了，这个二战结束了他又不愿意在和平环境里边当这个参军，他就到中国来想看一看。这是头一次我在长沙去放这些幻灯，这是你们长沙1946年的现状。那时候闹饥荒啊，闹饥荒，他们一次一次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啊。那时候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那时候啊，美国给人援助，然后这些援助呢都跑到这个黑市去了。那么想问问大家，1946年的中国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啊？啊，你们不错，我去北京有的地方人家说什么时候计划经济，你们的历史了解还比好多学生多呀。1946年的中国计划经济在50年代才开始的呀，对吧？啊，1946年是冷战时期。那么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粮食紧缺，价格是上涨还是下降啊？那上涨，上涨以后穷人买不起怎么办？对吧？所以有些人呢，确实是就是简直不可思议，把毛泽东时代那时候有粮食当成一种罪恶。粮食不够的时候，怎么能保障每个人有吃点？对吧？粮票限制有钱人的购买，限制他们囤积，对吧？啊，那么这时候的长沙救济站里边给救济人就是一些干面粉啊，那些贪官污吏把那粮食就放到这个黑市里边，这属于理性人嘛，对吧？经纪人的假设，每个人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啊，所以呢官员搞腐败也是合情合理的呀，按照逻辑。他看够了国民党的腐败，看够了这个两极分化无能。当时啊，在延庆延安没有高楼大厦啊，没有霓虹灯，没有这个吉普车在街上横行直撞，也没有卖儿卖女的啊，没有这种贫富的差距。那么当时在延安看到的人的精神面貌是真是了不得啊，充满朝气。这个对他来讲影响很大，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胡宗南经历延安。他到延安去没多久，当时内战爆发了，他去的时候还没有内战，还没开始呢啊，很快内战爆发了。那么这时候呢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邀请了在延安的外国人啊，给他们讲形势啊，说我们要主动撤退，但是呢我们很快要回来啊，问这些外国人，你们是要留着跟我们一块儿转战陕北呢，还是要回到国土清醒啊？那我爸爸说他要留下来啊，他特别是感到震惊于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是几乎是25万，那么陕北的解放军、好像是25000左右，10:1的大兵压境，一点不着急，一点不惊慌，那么有把握啊。那么这里边呢对他影响非常深。他当时在一个农场，延安的一个农场，他们有30来头牛，他们要把这些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自己，保护这些牛。我就想啊，这个人呢你可以跑，你说国民党来了咱们赶快跑，敌情，敌人来了敌情，一群牛，你说有敌情，赶快！什么叫对牛弹琴呢、啊？他不慌不忙的，对吧？怎么能把一群牛保护下来？国民党有美国给的飞机大炮，国民党那时候只有小米加步枪。为什么他们每到一地，当地共产党不下岗，告诉他，不是点名，当时党组织告诉他们，国民党在什么地方？下一周拿走，他们就能在陕北转来转去啊，就没有被国民党给抓住。老百姓在陕北老百姓啊，真是当时共产党的耳朵没听啊。
没，这人心所向决定了国民党必然要失败，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但是那时候共产党可不是今天的共产党。到中国来会今天一辈子的，是这个转战陕北那一年，他觉得我要在中国留下来，这一群人那么有朝气啊，那么有精神啊，这个是一种完全欣欣向荣的一个新社会啊。他从那以后下决心要学中文，以前他全是给人当翻译，对吧？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爸呢就变成了对毛主席、对共产党那是不服的崇拜，啊，到什么程度啊？47年的时候吧，58年，11年以后，大跃进的时候，王震将军到农场，草滩农场，西安的草滩农场，让他们农场养10万只鸡、10万只鸭。说他是农场那边是在渭河边儿啊，渭河边上有河流吧，这个王震是南方人，以为有河流就能养鸡养鸭就能养鱼，但是渭河是黄河的支流，黄河是什么颜色的呀？黄的，对吧？那里边没有什么鱼啊，没有什么鸭，不，基本上没有多少生物的，所以开会的时候布置任务，我妈呢曾经怀疑，就问我爸，拉着我爸一脚，10万只鸡，10万只鸭，吃什么呀？我爸就说，相信党。你得原谅他，你得原谅他。你想想，浑竹南经红岩什么共产党多厉害，对吧？所以呢，这是我爸到陕北以后，其实我妈到陕北以后照着我爸的照片。那么我母亲的背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啊。我姥姥呢是这么的，我妈上小学她上小学，我妈上中学她上中学，我妈要上高中她办了自己的学校。然后她办这个国立学校现在还在。这个学校有个特征啊，就是他是特别主张从干中学，主张人是全面的教育啊，不像咱们这些应试教育的高材生啊，那个里边都是从兴趣来学的。我妈在那4年没有考过试，你想不想上那种学校啊？但是你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你还得学养牛、种地啊，你还得学会爬山、滑雪、游泳，还得会音乐、舞蹈，还得会雕塑、美术，对吧？什么都得学，全面发展。那么这些老师呢，都是从激发这个人的兴趣。你有了兴趣，你还带分数啊，对吧？所以我们这代人真是不如他们那么幸福啊。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姥姥呢就是特别主张啊，这个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话有个中国人也主张，知道是谁吗？我听说过吗？毛主席啊。所以呢，我姥姥呢跟毛主席是不谋而合，所以呢，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也有意思啊。我姥姥教育方针，教育出来3个孩子都变成左派人了，看来这种教育方法非常危险。那么你看，从小就带他们去爬雪山。这个野营这个在滑雪干什么东西，都是室外活动。所以母亲他们那代教育出来的人，就是对艰难的环境从来不在乎的。他们有个这个理念，说你要办成一个事业，你不能让
困难吓到你，你要是贪图享受，那是一点出息都没有，对吧？贪图享受的人，你想想，什么东西是吃饱了喝足了躺在这儿特别高兴啊？是人性还是猪性？对吧？啊，所以呢，贪图享受啊，是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幸福观啊，但实际上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是跟资本主义的幸福观世界观很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强调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对吧？实现自我啊，所以你要实现自我，你就要克服困难，你就要不怕苦不怕累。你要怕苦怕累，你只能被别人奴役，对吧？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理念啊。从这，让我母亲呢就特别喜欢大自然，喜欢科学啊。上了大学就开始学物理，对物理特别感兴趣啊。后来就到这个像芝加哥那个大学他的同学是杨振宁、李政道，他的导师是飞米。啊，这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应该说前途无量。这俩怎么搞在一块儿了？真是，是什么魔术啊？对吧？你说一个物理学家在实验室旁边有个农场，这俩有可能在一块儿，他们聊什么呀？对吧？这一个难言的东西，所以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二战期间呢，美国给日本扔原子弹。我妈当时参加核物理实验的，她没有想到自己所热爱的核物理变成了大规模杀人武器，对她震惊非常大，她没想到搞纯科学会对人类造成那么多的摧残。那个美国扔原子弹，一下子150,000人就没了。那么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中国的一些右派也跟着美国来说，扔原子弹使得二战早结束啊，什么这个好多好处。其实当时美国为什么扔原子弹呢？什么试验？试验在哪儿试验都可以，干嘛跑到日本去试验？就这么说吧，其实啊，你要回顾二战的历史，美国扔原子弹是在什么？在德国已经投降被打败了，对吧？德国那个苏联红军和美国的都一块把日本把那个德国打败了，那么苏联红军开始大规模往东调，美国怕苏联先占领日本。对吧？所以呢，先下手为强啊，这个是主要原因啊，其他的东西都是说不通的啊。所以呢，我母亲特别悲愤，她没想到这个孤恩政治会有这样的结局，所以她呢就她那时候不懂的是个帝国主义，她呢就认为美国扔原子弹是因为军人掌握了核武器，要是文人掌握核武器，不会干这种没有人性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投入到这个文人掌握核武器的法律，比如说最后这个众议院参议院国会通过了法案，说核武器必须掌握在文人手里。他以为万事大吉了，回到芝加哥深造去了。两年以后，他发现他自己的奖学金还是来自美国军方，对他来讲是致命的打击。他突然发现，就像中国人说，你孙悟空再跳，你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要研究核物理，不管你怎么去纯粹的理论性的，他必经会为美国改进他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服务。你可以自欺欺人的说，我研究的是纯科学，至于凡人怎么用它，
跟我没关系，良心不允许他继续研究核武，他必须离开。他对核武的喜好是因为对科学的爱好，但是如果这个爱好是以人民的生命为代价，他跟他要决裂。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他们，我父母在我父亲到中国以前，他们俩挺友好啊。我猜呀，我爸看上我妈了。我妈呢，对谈恋爱不感兴趣，她就对核物理感兴趣。再说，搞科学的基本上都是男的，候选人有的是。所以呢，我爸爸到中国来以前，找到他那儿，他们俩一块儿野营，最后他们达成协议。我爸爸的版本是两年以后咱们结婚，我妈的版本是两年以后咱们再说。所以呢，这两年，我爸爸一直写信给我妈，讲这个，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个劲儿劝他赶快到中国来。他说：“你什么时候研究核武都可以，但是你要是现在不到中国来的话，你就那热闹劲儿就过去了。啊，现在太热闹了。当然，我也想你来。”他这么说，我妈呢也给他写信，讲，哎呦。所以呢，他说那好，美国这个核物理这个研究不能继续了，那我到美国外边去看看。他知道他反对什么，到底他要主张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他要找出路，啊，要找出路。所以他到陕北以后呢，人家给他说，他本来没想着跟我爸晚上结婚。但是到了陕北，人家告诉我爸，你的婆姨来了。所以呢，就说真的，这是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我。一点不假是吧？一点不假。那么，这是1952年，我妈在从陕北到北京啊。当时是因为医疗条件陕北不太好，他要生孩子，他觉得在北京保险一点啊。然后呢，北京正好开一个和平理事会啊，他在会上做报告，但你看不出来大肚子是吧？啊，所以我在这个我的记忆不太好啊，考上大会期间我生的啊，所以是一个名叫和平啊，这么回事儿，名字有原因的吧？那么我妈呢1948年到中国来，但是呢，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做了很多努力啊。那是宋庆龄给他安排好多地下党人，想送他到这个陕北去。哎呀，每次都失败，都不成功啊。有一次到开封啊，合并了没去成。到天津跟另外一个美国人假扮是夫妇，那个美国人的妻子是中国人，打扮成他们的保姆。结果保姆放走了，两个美国人被国民党给劫持了，不让他走。最后他就在到北京待着，之后北京解放了，他也解放了，跟着解放军的车到陕北去了。那么到了陕北高兴死了，那个空旷的那个田野，那个身体精神面貌特别高兴。但是他坐在一个什么东西上，后边看的是什么呀？看不出来吧？你不知道这是长城吗？再给你看看，这是那个对吧？烽火台啊，所以坐在烽火台上看这些，那边都是风化了，都风化了。那么这是当时结婚以后在姚总面前照的相，
这两个美国人中国人打扮是吧？啊，那个你看我妈从北京到延安的时候，一路上啊有一个老公问这个几个解放军说，大夏天的这个女士干嘛配一个狐皮帽子？因为我妈是金黄色的颜的这个头发，没见过外国人。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在农具厂啊，去这个把这个战争留下的这些废铜烂铁啊，你看这个手榴弹，这个炸弹，这个没爆炸的国民党的炸弹啊，就图上爆了一个炸弹，这有个炸弹，这个旧轮胎轮子是吧？啊，把这些化成铁做锅做农具啊。这是他们当时工作。那么我妈呢，学物理的，到陕北呢，想做点事儿，啊，她就每天记录这个风向、风速，啊，这做了好多调查研究，说动员农场，说是我们这儿可以搞个风车，风车那时候能干什么呀？哎呀，电，发电机，有发电机，有电线，有灯泡，有一系列的这套东西，对吧？所以啊，还风车抽水很简单，对吧？但是失败了。有一天风吹得太厉害，把它吹爆了。那么我爸呢，也推广先进农具啊，这个动员农场搞一个四轮马车，四轮比两个两轮赚得多吧？马拉，哎，是不是？那为什么推广不开呀？没有路，对吧？陕北的路啊，你看什么样？太窄，没有用武之地，这是陕北的路。所以呢，最后人家把这个四轮马车锯成两半儿。啊，所以这个他们从这就吸取了这些教训，就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一个特征就是自以为是。我们学到些书本知识，以为我们比别人聪明，对吧？你不到实践里边去观察研究，人家为什么用那种方法做那种事儿，你懂得他原理以后，你才能帮助他改进。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傻，人家是无知，对吧？你要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所以他们在陕北干了三四年以后调到西安，我是在西安长大的，我是西安人。西安花钱光光的。那么他们在50年代经历了这个一些政治运动啊，大搞建设，他们大跃进的时候，人民群众那种生产的热情真是感动人。当然，他也经历了这个瞎指挥啊，胡八风。胡八风在陕西好像没有。你看全国三年困难的时候饿死人的地方都是哪些地方？河南安徽、四川。你反过来58年大跃进的时候，看人民日报里边吹牛吹最多的地方呢，河南、安徽、四川，凡是吹牛吹的厉害的地方都好像是死人的地方。陕西的干部呢还是比较老实，不敢吹牛，不敢吹牛。困难时期我们经历了，但是呢那时候没有吹牛，所以瞎指挥那时候很厉害。但是50年代搞生产建设，人们的新中国出来，毛泽东描述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漂亮的画，对吧？确实这么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你可以重新来设计你的版图，大家那个情绪啊特别高涨，鼓足劲儿，叫鼓足干劲儿，一定上桌，真是。所以呢，开始那时候都是拿手工
和这个伊犁啊，手工打草，这是那个两轮马车，那牛车啊，牛车是沙地，所以用两轮的。然后拿人工去打草啊，把它切成小块，然后放到窖里边发酵，它喂牛啊，就是这样子的。到1953年，他们到西安了，这里开始有这个打草机了啊，效率高多了啊。那么啊，在这休息的时候跟万事工人这个老干部一块儿交流。挤完奶要很快送到城里边，要不然很快就坏了啊。那么大洪水出现了，你没法送奶怎么办呢？洪水涨高以前淹过的桥以前，把这马车运到河南岸，然后呢挤完奶，用了这种浮漂叫什么，把它奶运到南岸，然后装车，然后拉到城里边。哎呀，大家的精神真是厉害啊。那么我那时候就有，我就记得我二啊，再高一点就光屁股了啊。然后1958年在达摇进去，我们也是吃食堂啊，吃食堂呢，这是我妈照顾的，我们仨兄弟姐妹啊，最小的妹妹在中间。那么1960年代就开始有变化，对吧？那么在陕西那边，我们那时候记得1959年、1960年、1961年确实吃不好，小孩吃不饱。但是呢，我们那儿确实没见过饿死的，没听说过饿死的。我倒见过有河南逃荒的啊，到西安啊，有河南要饭到西安啊。但是陕北基本情况很不一样。那么我母亲呢，在那时候也是参加了10年的这个中苏论战啊，系统的学习了马列主义东西。所以啊，我爸爸是从那个湖南金工研改变了他。那么我妈呢，她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这个时期慢慢树立起来的。但是后来啊，在社会教育运动开始，他们就被和老百姓分离开了啊。思清以前，大家学什么干什么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但是从社会教育从思清运动开始我父母就不让他们参加学习，不让他们参加活动，以后就把他们要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他们这个其实有个过程。那么1962年的时候，我姥姥非法到中国来了。为什么叫非法呢？当时啊，美国是要封锁中国呀啊，所以美国公民不允许到中国来，所以我姥姥就先到莫斯科，乘莫斯科绕圈到中国来。结果他到回到美国，他的护照被吊销了。所以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真冤枉那个时代。不是中国要闭关锁国，是西方要封锁你，让你死。那1953年，我舅舅啊，韩丁，他是1945年到中国来，1953年回到美国去的啊。他经历了这个中国土改，还写了一本书，翻身专门讲他所观察到的这个土改的真实的记录啊。这本书应该有电子网上能搜到的。那么他回到美国，他就见到他的舅舅啊，他就劝他的舅舅啊，说现在中国很需要跟西方做买卖，你要是能跟中国人做买卖，能赚大钱的。这个人怎么回答的？
We looked at first, then we trade with them. 肯定问的，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先把他们粉碎了，我们再跟他做买卖。人家都挣的也多，所以跟谁做买卖，不跟谁做买卖，都出于他的长远利益。那么今年中国是一个出口贸易大国，对吧？那就说明了现在啊，美国资本家华尔街不担心中国是共产国家了啊。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姥姥到中国来，来有一年，她是教育家，花了一年功夫想教我英文，她是一句中文不会，我是一句中英文不懂，我们俩没法沟通。后来他说他一辈子没见过比我还顽固的孩子，很没有成就感。所以我姥姥来的时候，我们去延安去看那个革命圣地啊。那么那时候也是一搞，你看我爸爸是搞养牛的培养，我妈呢搞设计。设计冷却，设计牛场，干什么都特别投入，特别投入。那么我呢是在农场长大的，对农场啊感情特别深啊。就是哎，咱们这里边有多少是农村来的呀？多数少数，有一半。哎，你们说是农村好玩还是城市好玩啊？没有，我之前没有声音了。啊，农村好玩。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啊，就玩疯了，拿着缸子，里面点个烧蜡烛，当我们手电筒，我们玩这个捉迷藏，我们叫抓跳舞。几十个孩子，有几个人当特务先藏起来，然后数到100，我们去找他们去，得玩到9点10点才回家。那我弟弟已经早早回去了，我回去再玩，我爸老特务。那时候还就是农场里边广阔天地，真是，你看那时候有这个，我们养兔子、养鸽子，这个。哎呀，东西特别多，那个，所以呢，文化革命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以前，66年春天，我父母被调到北京，到北京来以前，他们特别反对到北京来，他们动员了好多次，最后基本上是命令他们到北京来，所以我父母呢就说好服从组织分配。但是有一条，北京的外国人都住在友谊宾馆，我们坚决不住友谊宾馆，要跟老百姓一样，就是把他们到北京以后安排在新桥饭店，比友谊宾馆还高级。没错，没错。我弟弟妹妹呢，一听说我们要搬到北京，高兴的活蹦乱跳，他们没来过大城市。我呢，1959年、1960年上一年级时候，在北京待一年。我母亲当时想让我到我舅妈那边学点英文去，结果花一年学的普通话。所以跟大城市一点这个好奇感就没了。我特别要想留在西安，所以我就留在西安。我弟弟妹妹就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可受罪了。我们在西安上的是草滩农场职工子弟小学。上学的时候学习，放学干嘛呀？玩是非常重要的，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家长以为玩是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时间。你对人之间的交往，对自然界的好奇，都在玩里边探索出来了。现在人以为好像就是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全是书呆子，是吧？那么我弟弟妹妹到了北京上什么学校？
重点小学，城门小学。城门小学什么意思啊？一礼拜只能回家一次。还有是谁？什么叫重点小学？早上早自习，晚上晚自习，一天到晚都学习。受不了，受不了！我妹妹精神都失常。她有一天在宾馆门口冲出去，她要到北京车站，顺着铁路走回西安去。到这种程度。给领导反映说我们受不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领导给他们安排另一套房子，说你把孩子住这儿，你们住那儿，就让孩子可以闹疯都不管啊，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问题。幸亏吴万大人开车幸亏啊，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父母在中国待不下去，待不下去。到中国来，为了贪图享受，谁会到中国来？到哪去不行，对吧？我妈学物理的，美国说她是物理间谍，啊，恐怕回美国要坐牢的，去不了美国。到别的国家不行啊，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别的讲英语国家，印度。有的是地方，干嘛不到中国来？他到中国来是中国革命吸引他的。要不然两个，一个农夫怎么跟一个核物理学家结婚的呀？啊，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革命当时人民那种精神面貌。所以从四清开始，他们不让他们参加运动，不让参加学习，然后又把他们送在这个到北京脱离老百姓。然后放到这个高级宾馆里边，没意思，没意思。正想另找出路呢，我和你开始了。我妈在我王府井看大字报，还有企划，我们也有意见，也得写大字报。那个我爸爸呢是比较相信党，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动摇了。我妈呢是天生造反派。所以他们动员几个美国人一块儿写了一封信，表姐帮他翻译，就送到这个中央一封，然后送到这个外专局一封，这是八月份的事吧，七月底八月初吧，我忘了具体时间了。然后呢，外专局的这个造反派呢，把那个打写的信呢抄下来，贴到外边打字报。那时候啊，中国没有，不光中国没有，全世界都没有互联网。所以消息传播不像今天那么快，是吧？但是文化革命高潮的时候，学生工人串联，全国到处串联，尤其是学生，全国各地人都到北京去串联，北京到全国各地，所以消息呢一传十，十传百。我还在西安，八月底就听人家说，跑城里说，回来给我讲，哎，我们在城里见着你爸爸妈妈的大字报了，没多长时间。他和大哥传遍全国，后来传到毛主席那儿了。毛主席还给个批示，还同意我父母的观点，说外国人要和中国人完全一样，只要自愿，他愿意跟中国人一样，就要完全不一样，不许这样。所以现在你去看翻一翻毛主席建国以后文集里边，1966年9月8号有这么一个批示，说是杨导等四位专家。又是杨导，我妈的大字报变成杨导的了。我妈这一辈子啊，又要对她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做斗争，她又要反对封建思想，挺矛盾的。我爸的事儿是我爸干的，我妈事儿是杨导夫妇干的。后来我呢就到北京去了，串联开始了。我到北京，在北京呢，学校里没人，都串联去了。我表姐呢，又在这个，他们是101中的，他们跟清华北大的大学生一块儿组织了一个步行串联队，60多个人，他们有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井冈山，从井冈山走回北京一年。他们走到阳泉。
觉得不能光走，还得深入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去。他们就开始到里边开始支持造反派，然后发现这个这造反派工人被这个厂的领导打压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搜集了好多材料回到北京汇报情况。那么我那时候见了我表姐，哎呀，我就像跟地球似的，特别要跟他去，非要逼着我跟他一块去啊。后来我爸妈妈说好，你去吧，给我两票一些钱，然后让我去跟他一块儿去团练去了啊。到了是阳泉，去了两个月，后来中央说是串联要结束，学生要回到本校去啊，给我们蹲火车票回到本校。哎呀，我特别失望，我准备走一年呢，这马上就结束了，哎呀还没走路呢。不行，我就动员我表姐那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呢就准备要走回去。所以我们从阳泉坐火车坐到保定啊，从保定走回北京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今天早上我从北京来的时候，从北京到保定41分钟，高铁当年走了一个礼拜。我们几个人啊，还照相的呀啊，所以啊，头一天我走特别快，把他们拉到后边，这晚上的腿呀，真是肿起来了，这走不动。第二天啊，特别艰苦，第三天呢，慢慢学会了啊，后来听个手啊，在狼牙山啊，特别有意思。俩那段经历啊，特别令人难忘。后来到学校里边呢，这次都是同班同学，69年大家都上山下乡，我从农村来的。就到农村去一点没恐惧感，所以同学们到山上下乡，我就强烈要求要跟他们一块去到陕西。我到区到局到不批准，到区里边区里不批准，说你问市里边，我到市里边还不批准。我发现大鼻子就这一事啊。最后呢就跟一帮另外几个同学啊，我右边去很右边这几个去工厂了，左边那几个都上山下乡了啊。后来我去工厂去了5年，71年我是69年去的工厂，71年中美关系开始改变了。那么我舅舅韩丁又回到中国来啊，当时跟总理接见，有5次我都参加了。哎呀，对总理真是佩服他啊，然后是这个。有一次呢，从半夜谈到早上6、7点，啊，这是我临标时间以后的一次。那么71年的时候，我姥姥带了很多青年人啊到中国来参观，我父母也跟着，然后呢，还有韩丁一家，我们去大寨。大寨听说过吧？有些人都听说过吧？啊，这是代沟啊！啊，这个大寨当时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村庄啊。大寨，张老师听说过吧？啊，张老师，我前两天去了一趟，真凄惨呐、啊！小岗村属于那种输血不造血，就靠政府给救济维持生存的。大寨呢是劳工时代使自力更生，改造天地，他们就把你看这些平原都是自己农闲的时候自己平起来。你看他那中间有个放一个水洞，对吧？洪水从底下过，上面都是良田啊。当时你看那种精神面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牛王，我就是玉皇，我现在当皇上。那个气魄真是厉害，改造天地。中国是一个非常穷、贫穷落后的国家，靠什么改变面貌啊？对吧？你靠什么？你不能靠企业扩张，对吧？不能靠向西方所谓大国崛起掠夺第三世界其他人民，就得靠自己啊！那时候真是勒紧裤腰带啊！大炼钢铁去改变中国的面貌啊，所以这种精神
对我父母来讲是非常佩服，所以他们对大寨对陈永贵特别佩服。陈永贵听说过没有？陈永贵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啊，是大老粗，没上过学，但是学校教育把人教育更聪明呢，还是知识更多呀？没有教育的人不等于不聪明，他没有这机会。不聪明的人教育改变不了他笨蛋的本质。你像布什，布什基本上不集合，但是他有家族啊，对吧？啊，所以教育给你增加知识，并不等于给你智慧。啊，农民里边有很多人啊是非常有智慧，他没有教育，但是他懂得，他脑子里边点子特别多，想的特别多，他可以滔滔不绝的讲几小时，讲的都是让你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不像现在的官员，讲半天都是废话、空话、官话，啊，不一样。你看，郑玉礼可不是吹牛吹上来的，对吧？啊，所以为什么我父母他们从事农业的，我舅舅也是在美国也是种庄稼的啊，特别佩服当时的陈永贵大寨，就是这是实干家，他们要改变中国的落后贫穷的面貌，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那么后来呢？你看这个是红旗渠，红旗渠听说过没有？很多人没听说过吧？是河南西北角。你看河南出最坏的人和最好的人，饿死也是河南，红旗渠也是河南。红旗渠了不起啊，那个就用自己的力量，时间在山上山腰上搞一条渠，把山西漳河引到他县里边供他们去灌溉，改变了这个县十年久旱啊，经常就是老百姓那过去啊，就是喝水都要几里地里的挑水呀，啊，悲惨的这个经历，这红旗渠改变这个面貌啊，所以那种就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靠自己去奋斗。那么后来70年代开始搞这个农业机械化，搞这个联合收割机啊，所以这些都是当时我父母所参与的啊。那么我呢，74年离开中国啊，这是我台北凤凰木材厂一张照片，然后去到美国到工厂当电工，哎，当电工还有个故事的。我是头半年我在我舅舅农场这个从事农业，后来我到城里边当电工。那么我告诉老板，我说我是在中国北京的什么工厂当电工，当多少年，他没法查啊。但是我小时候其实受我妈的影响，我对物理感兴趣，我呢也就是我用这个做马达电动发电机的什么都做过，所以对电还是有些内行。所以他考试我给我个马达一个启动器几根线，让我把它接起来，哎，我能把接好一按马达转，他知道我还懂行，就雇佣我了啊。那个上班的头一天啊，工头派活啊，就让我跟另外一个工人一块修一个烧坏的马达。那么工头还没说完话，我掏出扳子来开始卸，工头走了看不见了，那个工人一把抓着我，你干什么呢？我以为我英文那个英文不好啊，我以为听错了，我说他不是让咱们修马达吗？他说你傻瓜，你把这马达修好了你就失业了，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马达。所以你们这么多年我在学校里边还有舆论上接触的什么毛主时代大锅饭养懒汉，跟我的经历截然相反。我在北京工厂当工人的时候没有奖金，
工资比较低，对吧？头一年学的工，一个月16块，第二年18，第三年自动涨到一级工33块，第四年自动涨到二级工38.61块。到美国当电工，1小时6美元，没法比。但是我一直怀念在中国当工人的经历，因为在工厂里边，我没有过恐惧感，没有怕过领导。工人是那时候是当家做主的，干部不能扣工人，那时候没有奖金，没什么好扣的，不能开除工人，不能扣他工资，对吧？工人照样干。你说那时候有没有懒的？有，我们班里边有个叫外包的，外号叫外包，就是特别消极啊，俏皮话多，特别消极。但是少数人，多数人呢勤勤恳恳。你们有没有这经历？你们的父母、你们的邻居、你们的长辈，有很多人是闲不住的人，是吧？劳动人民对劳动本身并不厌恶，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劳动还有成就感。我们厌恶的是那种压迫、被压迫的关系。说磨洋工，我是在美国学的。洋工，三点水的洋啊，是洋货。磨洋工可是个技术活，信不信？你想想，老板能看出你磨洋工，你还有磨洋工的资格吗？磨洋工跟作秀不一样。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去种树，那个摆那个架子哪像种树的样子，对吧？要作秀，作秀不是技术活啊，磨洋工是。我是到美国才学会磨洋工的。我们那时候在工厂里边真是不懂得什么叫磨洋工，不需要磨洋工。如果你真发现工人消极，他反映的是什么呀？是管理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工人肯定是消极反抗。比如说磨洋工，工人还罢工呢。但是如果管理者、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榜样、模范带头作用是非常大的。只要干部不是高高在上，他对待工人是一种平等的，把工人当成主人公的，有事跟工人商量的，有困难大家一块解决的，那么工人的干劲非常高。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的方法，磨洋工是其中的一个手法，对吧？这里边磨洋工的故事还有的是。讲讲啊，我后来在一个汽车车辆厂工作，那么这个车辆厂里边我们生产像铁路上的和地铁啊，那个客车在上面做组装以前，底下底板是翻过来的，我在那里边装大电缆，装电缆呢，这个头十辆车我跟我这个伙伴按照这个电路图去把它装上，我们学熟练了，厂方派技术员开始计时，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科学的写下来，然后给我们定一个这个工作工序要花多少时间。那么我是没经验，我没有学过怎么去磨洋工，我那个伙伴可机灵了，咱们要这次要真正的作秀啊，这个是有技术的，我们要让他看起来我们是干得特别欢声，但就是不出的，这才是技术。怎么办呢？平常我们用的气动扳子没了，全是手动扳子，平常都是右撇子，今天全是左撇子。
平常他熟悉的活今天我干，我熟悉的活他干，还不够，还得商量着怎么让这时间延长的越多越好。那大电缆有那固定螺丝啊，那螺丝呢上面有螺丝帽，螺丝帽上有个塑料圈子，这样的话螺丝不会自动脱落，对吧？啊，那么你底下不固定，你上面转，你转一辈子它也上不去。所以呢，你必须让它转，比如说应该是十圈，你让它转20圈，啊，圈子让它加倍。但加倍呢，你不能让那个观察的人看得见，所以你上面一个劲儿拧，底下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教你偷懒的东西啊，不太好看。但这是，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学会怎么去保护自己啊，要保护自己。所以最后经过我的努力啊，很努力，还是八月份特别热。哎呀，我们拿这个这个冰水啊，一杯一杯的喝，那个汗真是汗流浃背。那个拿着那个纸巾把头发头皮绑起来，然后呢就是这样把那汗不流到眼睛里边。哎呀，那个 T 恤，那一会儿拿起一拧成一拧，就是，那真作秀。最后他给我们3小时，给我说我们的效率是80%，我愤愤不平。哎，作秀那么优秀，还给我们80。但是我们其实啊，30小时能把活干完。后来你越干越这个熟练，你会知道哪一步不要浪费，每一步都是有计划，都是按都是优化的。我一个人最后5小时能把它干完了，但是我仍然报30小时。其他时间呢，我那时候勤工俭学，我勤工俭学，我还有好多作业要做呢，没有家里没有时间呢，就在工厂里边做作业。所以我把电缆放在我腰上，啊，旁边小包里边放着我的微积分的作业。然后呢，我说我爸在那头工作完了，我呢赶快就把那个东西放起来。他工作哪知道你干到什么程序？他不是老看着你没有探头，对吧？啊，所以就靠这个。啊，那时候为什么上大学呢？哎，我到美国去，刚开始没上大学，没想到他上大学，啊，就想研究美国工人运动。但后来到美国去以后，那70年去，改革开放开始，我是真是糊涂，弄不懂，所以我想觉得特别空虚，我需要上大学学点知识。大学就只能勤工俭学啊，每个学期上一两门课，啊，所以我大学上了7年，就是这么勤工俭学过来的。所以我需要磨洋工，要不然完成作业啊。所以工头一来，我心惊胆颤，就是怕他发现，对吧？所以呢，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呢，是一个老鼠和猫的这个关系，是个博弈关系。在光华当工人的时候，没有那种，不需要。你看我们那时候啊，这样是，这是我当时生产的车间哦。咱再看，在美国这个，我舅舅农场，啊，农场他一个人有几千亩地，像中国一个村儿。但是我去帮不了什么忙，啊，我到工厂去，这是我的师傅，啊，这次就是我同事。我当时在工作就是这个职位，帮着师傅一块把这个放进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热压机，都是搞这个啊。那么它一道道工序，你看你把放到热压机里边，然后压起来要10多分钟20几分钟才能它那个胶还硬了，然后再开始卸。所以你等它工序完了，你等的时候你该喝水的喝水，看报纸的看报纸，休息室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不管谁来了你都不要紧张的，没有。所以呢，虽然在工厂挣的工资不多，但是到美国挣得多。我多少年做梦里边老是回到那时候在光华的环境，就是那种人是平等的关系，不是压迫者被压迫者的关系。
如果我们俩光拿物质条件作为幸福的标准，对吧？光拿物质条件，那么按照这个道理，白毛女是不是该嫁给黄神呢？白毛女嫁给黄神是不是有吃有穿的？是不是？是啊。他没什么呀，他没自由，没尊严，对吧？即便是吃不饱穿不暖，白毛女也不愿意被黄神给强暴。人呢有尊严，他需要一个做人有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要求，他不愿意被别人奴役的啊。虽然工资高，现代人好像觉得有车有房就是幸福。我到美国当过人，很快有车有房，大家都有车都有房，你感觉不到什么幸福。过去大家没有电话的时候，有个电话是幸福，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了，你的幸福感呢？你现在物质上条件比秦始皇比慈禧太后要好多了，他们没看过电视，没坐过飞机，对吧？没享受过现代东西，你们怎么还不满足啊？你们真是不知足啊，是不是？不是。因为物质的追求啊，实际上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东西是一个地位，一个地位。农村里边盖房，你们家盖这么高，我盖的比你高一砖，我走在街上啊，就是光脸面，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啊，我们到底是需要还是炫耀，对吧？所以物质追求在其他东西不变的情况下，能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不是其他不变。如果大家都有东西，你没有，人家有东西你没有，你感到压抑。我们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最里边物质东西啊不是决定的，人的地位我觉得更重要。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对吧？对。你看，所以我每次回到工厂里边，老工人在一起特别亲热啊。那时候这是我的老师傅，现在还在，80多岁了。哎呀，真是这些人真是一辈子不能忘。我在美国的工人也有很多工友，也是老想了解他们怎么样，但是呢我对美国工厂的工作环境从来没有怀念过。一进了工厂，你知道人家说 This is not a democracy， 你进工厂这里不是民主制的，你要享受民主你到门外边去，工厂是资本家的乐园，你没有这地位，对吧？所以呢后来我到工厂去了，不到美国去了。去美国以前，我看了我弟弟妹妹他们下乡到安徽去了，啊，人当民兵啊。那个后来我父母就留在北京搞这个搞建设啊。那么80年，哟，现在时间是不是太讲不太啰嗦了？很快啊。很快咱们过一下，然后留时间大家提问题，对吧？那么改革开放，这个陈永贵这样的土专家靠边站，我父母这种洋专家开始大显身手了。但是我父母很困惑，他们特别看得起陈永贵这种人啊，但是靠边站，他们要大干一番，他们要搞机械化，要全面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所以他们就全国各地都参观给建议，然后呢带人去美国去学习啊，去看美国技术，抄袭把他们带到中国来，然后在中国制造啊，然后看这打草机怎么回事，挤奶这个设备怎么回事啊，这是青瓷收割机啊怎么回事啊，去参观，然后自己去制造。
然后呢就这大干一番的，然后后来这个冷冻奶罐技术也开始搞啊，搞成功了，高兴死了啊。那么后来还搞了胚胎移植啦什么的，就我妈是干一行爱一行，除非她就是不喜欢做饭其他是干一行爱一行啊。他们俩协作一块儿啊，就是特别就是他们呀我说啊，他们那一代是在中国达到了我们所见到的所有人里面最幸福的一对儿。他们把他自己的喜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了。在毛泽东时代，他有个大环境，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对吧？他可以把他的全身的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业里边去，就是人民需要的东西。他不追求当人上人，他们这一代属于金饭碗的，要什么有什么，国家给他什么。我姥姥62年到中国来得病了，国家全包了啊，总理还派专业医生去看他啊，是属于金饭碗的。但是他们不追求当人上人，当然他也不追求当人下人，他就想着大家有什么我有什么，他不需要炫耀，他有非常强烈的自信，他不需要炫耀，不需要打压别人抬高自己啊，他知道他自己什么，所以他把全身精力投入他自己喜爱的事业里边，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奔波，所以呢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你们毕业以后不为自己的生存奔波，谁照管你啊？你父母担心啊，所以你们呢真不如他们那一代人幸福，对不对？对。就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什么特征呢，就是说你啊，现在很多人说大锅饭养懒汉，刚才给你讲了为什么跟我经历不一样。很重要一点，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他必须是有铁饭碗，没有铁饭碗你当家做主不了。你想想，能扣你工资能开除你的人，你敢跟他提意见吗？你们敢给老师提意见吗？好，对吧？就是控制你的前途的人你不敢提一点，那么你就不能有当家做主的权利。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这些人呢他有个铁饭碗，有了铁饭碗他才能行使他当家做主的权利啊。所以我父母那时间，我妈也是特别有意思，她原学物理的，但是搞这个胚胎移植是生物学，她根本没学过，她也钻到里边，也是推广特别成功。你看老黄牛生下奶牛一代就能把牛群改变了，对吧？但是80年代又是个非常困惑的年代，那么多脏水啊，丧心病狂的往大寨和陈云贵身上泼，好好的集体经济被强行解散，韩冰帮助他所熟悉的山西的张庄搞了一套全套的农业机械化的设备，土办法把他农村里边过去基本全村的劳力都要投入到农业上，搞机械化以后，土办法机械化只需要10来个人，全村几千亩地全部能照顾到，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迫村里边解散，把土地承包给个人，那些机器都没用了，中国越来越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啊。这当时大寨搞西阳县搞那个西水东调工程，也是陈云贵下台停下来，这些推土机大卡车都闲置着，这个大坝都建好了没有能发挥作用啊，
这些这个农业机械，这是张庄的农业机械就闲置着荒废了，让人真心疼啊，这些全荒废了，当废铁卖掉。所以我父母非常不解，非常难受。到后来80年代末啊，北京学潮64镇压，他们是非常愤怒。到90年代很无奈，他们搞的全套农业机械设备全被进口的洋设备打垮了。那么他们只能守着一摊儿，出现问题在什么地方啊？那么改革开放很多啊理论我不太懂，不理解，很困惑。我属于那种掉到信仰危机深渊里的人啊，80年代非常困惑，所以上大学想找答案，大学完了答案还没有，去找研究生。后来啊，快全学完了，最后是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和慢慢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学通了、学懂了，才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什么，才理解毛主席的伟大啊。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过程，所以从我是那种属于从那个信仰危机的深渊里边爬出来的人，多数人爬到右岸去了，我又爬回左岸。那么小的时候在工厂里边，刚才没讲，工厂里边1969年到1974年工厂里我组织过很多学习，我也学习很多。后来有一段时间人家不让我学习，说和平啊，今天晚上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参加。你可以不参加。特别生气，我就你看，我一在中国就怕被人当成另类看待，我一定要大家是什么，我要跟当时的我的同学商量价钱，我要跟着商量价钱，大家怎么生活怎么样，我就不愿意特殊，不愿意作为另类。所以工厂不让我学习，就等于把我当另类看，不是当成自己人看，所以我特别难受。一气之下我就买了很多马列书自己去的，所以学了很多。那么到了美国，美国的整个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东西跟中国现在差不多，对我打击很大。但是刚开始还是有点自信的，到70年代末就没了。中国开始非毛化，开始把文化革命称为这个一场浩劫，跟我的经历完全相反。所以呢，我就不懂，就开始学习研究啊。后来发现确实过去对马列主义的东西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人呢必须经过正反两分的经验教训才能懂得真知啊。那么后来我就开始一个是到90年代末啊，2000年开始就读很多中国的近代史，想到清楚怎么回事，比如说鄂慈的情况，大跃进的情况，庐山会议彭德怀是怎么下台的，把这历史弄清楚了，慢慢真相才出来啊。所以呢，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才慢慢
就知道中国第六十年到底发生怎么回事儿。那么我呢就研究生毕业完了以后呢，就先是在这个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几年，后来发现在公司里边没意思，还是教书。我就发现脑子生锈了，我就开始离开那儿，就开始教书啊。然后后来就我越研究越觉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太有意思，太值得研究了，太深奥啊，太丰富了。所以呢，就钻研这方面东西。但是你想想，在美国，懂得这个历史的人很少，对他感兴趣的更少，资料很难找。那么我自己就想了要到回到中国来，当然以前没有条件，后来跟我前妻离婚了，孩子大了，我可以选择到底是回到中国来，还是继续在美国混。在美国确实就是混日子啊。那个后来我就决定到回到中国来啊。那个北京那时候正好对外经贸大学在网上登招聘的邀请，那我就把我的这个 resume 给他们，哎，他居然招我了，好几次了。回到中国来，从2007年回到北京啊，就一直教书在中国经贸大学。要讲起来，就是这段我个人的经历的话，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待了30多年，在毛泽东时代待一部分，现在又在中国，所以基本上是一半在美国，一半在中国啊。那么在这个经过在美国一段时间以后，我对我父母为什么留在中国理解就比以前深多了。以前不在不知道，不在那么也懂得为什么这个后来他们那种无奈。那么还有就是很多人现在是这个现在很多人还想到西方去留学啊，向往着美国去。现在中国的富人都有移民潮，是吧？都想往外边去，把资产带到外边去啊。那么我去的美国主要是一个好奇，跟他们不一样。那么我当时去美国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想再融入到美国社会里边去，后来发现特别难，我就放弃了啊。也在中国人到美国去都是吃着中国饭，看着中国的报纸，周末跟中国人聚会，跟美国人只是上班的时候见面打个招呼罢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那么我是到美国去了，不是有意思的，但是我跟美国人结婚，然后在美国人圈子里边，哎呀真费劲，这个要融入到美国社会里边太费劲了，所以呢我后来放弃了。这里边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有些浅层次的，你比如说人家都是看美国那个动画片长大的，里边那个唐老鸭那个故事我都没看过，人家一讲哈哈大笑，我都不知道他笑什么。但是我要特别兴高采烈地描述那个白孙悟空的故事。Who's that？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对吧？所以这文化程度还有浅层次的，深层次的东西啊。美国社会是一个种族歧视，有400多年的历史，在它文化的细胞里边非常深，根深蒂固的。我对这个确实不了解，所以呢，很多东西啊，确实比是非辩论不太容易，比较复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历史。那么咱们现在我不知道讲什么合适。还是要你们提问题，对吧？提问题让那个互动环节，这样的话我可能能回答一些你们的困惑、你们的想法、你们的提问，好吧？随便咱们来一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好吧？咱们轮流。不、男的先来了，好。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婚姻
确实啊，这个门当户对真是，咱们过去都是单大婚姻，你连选择权都没有。现在呢，你可以选在合适人里边挑一个自己看得上的，是吧？啊，不，这东西啊是封建的，在美国，据我所知啊，除非你是个像福特啊和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他为了财产的继承，他会安排一些婚姻，这里边没有爱情，就是一个法律关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你有在法律上分享这个财产继承的权利，所以在富有人里边，就婚姻不是不自由的。但是老百姓里边真是没有见过这个门当户对的东西，人们强调的是感情，是爱情，啊。婚姻变成买卖，那个是资本形成以前人干的事儿。年轻人确实是，你看，跟中国很不一样。在美国一般讲，年轻人把你送完大学以后就不管你，就是你自己了，没有说给你安置房子，给你安置这个安置那个，都是靠自己闯啊。所以青年人找这个志同道合的，能一块儿工作的，一块儿相处的，然后自己去奋斗去，那都是就是资本主义的理念啊。中国现在这方面可还有很多封建参与在里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其他的问题。好，我想问一下，您说今年的共产党和当年不一样了，那么您认为今年的共产党还有可能回到当年的样子吗？这个我看好。我不知道。不容易，不容易，这有竞争力，对吧？有竞争力，这个其实啊，就是啊，你看你现在你在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啊，可能有很多这种说法。但是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当时搞文化革命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防备革命者变成统治者，对吧？你怎么去防备这个周期率？怎么防备这个中国革命变成一场改朝换帝的？不是改朝换代的，这种改朝换代的这种东西，改朝换代的话，价值多大，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东西。你看我在美国当工人，我也是参与工人运动，因为当工人，你立场当然在工人里边，你不在资本家里边。但你搞工人运动，工人就会说，工人运动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是的话，人家说你看看中国，你看看苏联。你们这帮人搞共运，然后呢，最后你们当成新的这个起点人头上的压迫者，我们不当炮灰去，对吧？工人会这么说，所以这个怎么去解决啊？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新的统治者，是一个世界性范围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非常感兴趣，就是当时是想探索一条道路，避免这种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的结局。所以这个结局能不能改变取决于我们。少数的特别有意思，这个
大变动的社会里边会产生好多好多思想，那么就像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是也是很多对吧，很多思想思潮啊。左中右这个词儿啊不好，没太大意义了，现在好像，因为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啊，比我激进都是左，比我保守都是右，以我为标准啊。那么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复杂了，因为这个资产阶级啊，他不太在乎标签，他在乎的是能不能赚钱啊。我要是以右的面貌出现能赚钱，我是右派；我要是以左的面貌能出现能赚钱，我是左派；我要是以无党派人士出现能赚钱，我是无党派啊。这个赚钱是最终目的，对吧？所以左中右这个标签不好办。你看这个地沟油是地沟油，叫社会主义的地沟油还是地沟油，对吧？所以这个思潮啊，其实现在中国的思潮有很多分类方法，我觉得左中右不好说。你说毛派，它表示一种恢复到毛主席时代那种理念，或者是亲美派，或者怎么着，还有官方派啊。哎呀，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我觉得还是用中国社会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就是说实在话，应该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有时候我说的东西，有人恐怕会误会啊，所以我想怎么说呢，减少误会。就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就说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者是有这种被殖民化的危险的阶段，还是中国正在崛起啊，有希望加入到世界列强的一席里边一员啊？那么中国的下一步到底怎么样？这个东西啊，取决我们的很多思想观念。这个我觉得呀，很多派别其实从这个里边能看得出来。中国有叫强国派，有亲美派。这个你所谓的右派，往往是这个亲美派，对吧？这个确实是啊。十多年前我在中国教书来着，我在2000年在北京教书教了一年，我当时发现，不是发现，就是特别悲伤，就是中国当时那种崇洋媚外到了恶心的程度。人们就把什么就是美国是真理的标准，是正义的象征啊，什么都是以美国作为标准啊。这个成功是您在美国上市，你在美国出卖，你在美国去干什么，那是真是最大的成功了。那么当时街道上卖的这个大片都是美国大片，对吧？十多年以后，现在中国人自信多了，不是那么崇洋媚外了，不把美国变成一个真理的象征啊，神圣的地方，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现在街道上盗版的电影都是中国大片，对吧？是不是回事？你们是不是？对吧？就说中国人家自信强多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越来越多啊。那中国下一步往哪儿走，是一个面临着大家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中国有两个方向可选择，一个是学俄罗斯啊，跟西方列强抗衡啊，不当孙子立正吧。过去那个韬光养晦，它实际上韬光养晦的实质什么呀？说白话了，就是先装孙子后称霸，韬光养晦嘛，对吧？不要露你的锋芒，等你强大以后咱们再说，对吧？那么这条路啊走不下去了，你已经生产世界
一半的钢铁，世界最多的汽车，最多的发电量，遍布全国的高铁，你还装孙子？我们也不信了，对吧？就不能再继续装孙子。那么下一次，要是要不装孙子，你干什么？你学思就得争霸啊，争霸和反霸不一样。那么你不争霸，你只能像日本。日本属于什么呀？甘当孙子，不争霸。美国说啥咱干啥，对吧？他为什么是甘当孙子呀？美国的军队占领他的国家，日本没有国家主权，没有军事主权就没有政治主权，没有政治主权就没有经济主权。日本得听美国的，日本的政治得看美国脸色，对吧？所以亲美派其实想缓解中国和西方列强的矛盾，要继续装孙子，但是这条路确实走不下去了啊。所以呢，将来世界怎么发展是一个大问题啊。我父母是二战过来的人，他们知道一个条真理，很多人全忘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迟早意味着战争。那么近60年没有世界大战是为什么？是不是全球化使得战争变成一个过去的事？资本是不是没有祖国？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有可能看到美帝国主义的变化，因为别当军部长。为什么呀？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是已经通信化，它已经越来越靠它，不是靠它的经济实力，而是靠它的霸权，军事霸权、经济霸权、美元霸权。美国可以乱印钞票，日本想仿照，他骂日本、训日本，后来说不制裁日本。美国可以，这不讲理啊！什么叫帝国主义？他不讲理，对吧？那么美国现在越来越空心化，它也越来越没落，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越来越明显。那么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欧盟区相对来讲情况好多。欧盟区虽然有经济危机，但是呢，欧盟你看，德国是一个出口大国，法国经济也不错。那欧盟区一直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他们搞空客就想跟波音竞争，他们搞导航系统想跟美国 GPS 独立起来，他希望搞自己的独立的东西啊。日本其实也想独立，这次钓鱼岛争端给日本一个很好的借口，很好的机会。日本需要武装自己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我们很多人还没想到这一点。日本有了自己的武装，他才能从美国那儿独立起来。真正来讲啊，美国就喜欢全世界各国人民都互相打架，他从中牟利，对吧？所以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紧跟着中国和菲律宾较劲，中国和日本韩国跟日本谁高兴啊？是美国，对吧？
但是日本要是搞独立的话，美国是不高兴的。其实最好的结局啊，是中国、日本、韩国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这反霸和争霸不是一个逻辑，对吧？所以如果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他不光会打败美帝国主义，他会教育美国人。你看看啊，你对比一下美国人民在二战的表现和美国人在侵略战争里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霸权，一个帝国想把美国人打败，他会动员团结美国人民起来啊，那厉害。但是越南战争、侵略战争为什么打不下去了？他不是没有武器，他不是没有兵力，他打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得人心啊。每个人有个特征啊，他特别有强烈的主人公精神，他有特别强烈打抱不平啊，他不是那种封建的思想，他对权威没有迷信。所以美国人美帝国主义老要欺骗美国人，所以他到越南战场，他说什么呀？是共产主义的啊扩张，我们要防止他们。结果到越南，老百姓是就发现什么呀？越南的中年人有可能是越共要提防，越南的妇女中年妇女也可能是越共也要提防，后来发现越南的老头老太太也可能是越共要提防。还发现小孩儿子也可能是越共，也要提防。因为越南人除了中年人、老年人、小年人，还有谁呀？后来他说，这是我的同事啊，就说，哦，弄了半天越南人不喜欢我，那我们干嘛去啊？所以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打不下去了，对吧？全世界人民反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会教育美国人民。美国人民要是维护美国的霸权，会付出沉重代价，他会教育美国人民。但是你要是跟美国争霸，就会联合美国人民起来反对，啊，没有主意的。所以今后几十年，今后几十年里边，世界大局势是什么情况，对吧？这没落的美国，他拥有诈骗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遍布世界各地方的军事基地、核潜艇、洲际导弹，他会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吗？他会垂死挣扎，对吧？所以美帝国主义的灭亡不会是和平的灭亡，就像中国的崛起不会是和平的崛起一样。该个女生了吧？
我的印象里边，好像十年前希望啊更厉害，现在还好多人开始思考社会问题了。所以你说这个结论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就是说，年纪大了呢，能看好几代人是吧？这还有点对比啊。就现在人呢，确实对崇洋媚外少多了。但是现在这个，你说是光顾自己自私自利的话，比十年前怎么样？二十年前我看差别不太大。这里边有个思想意识形态确实有个变化。你看毛泽东时代的人呢，喜欢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啊，特别有主人公精神，啊，那个。这方面现在没了，现在老百姓呢基本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吧？啊，一盘散沙啊，然后呢老头老太太摔倒了不敢扶起来，怕给连起牵连了。那么这个但是现在的青年呢，其实比十年前的话有很大的改变。在什么地方？就是过去啊，他光考虑自己前途，后来发现你光考虑自己前途，自己没前途，你必须考虑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前途。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呢，开始独立思考，开始质疑，开始批判的看周围的东西，对吧？对中国的历史批判的看，对周围的环境批判的看，啊，这个独立思考人越来越多，关心这个社会底层，啊，就过去呢都是精英，都认为自己是精英，啊，这个底层人贫穷落后啊，被下岗，都是一个属于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讲的这种特别空虚的话，对吧？那么现在后来发现，历史需要自己变成那个统计局里统计的数据了，变成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了，这就不是历史需要了。就是美国人说什么叫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差别啊？别人失业了是经济萧条，我失业了是经济危机，对吧？所以就当很多人发现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啊，发现很多这个下岗工人、农民工，然后这个地位啊，很多人的工资的拖欠工资，然后很多环境的污染，这个很多贪官污吏啊，这些很多现象，他觉得不合理，他开始质疑，开始思考。所以你说那些人说中国现在更西方化，有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早就开始了，但是现在有个不同的地方是青年一代开始有自己的思考了，这是好现象。因为我是一个学法律的，我是一个法律人，然后我看到后面你也写了，然后您的户籍应该是美国，然后我觉得您刚才是中国的那个，写错了，中国的。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觉得你今天能站在这儿，然后各种批判美国，我觉得这也是美国民主的成功之处，因为我们法律人的毕生追那个，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要追求民主宪政。这个是我一个个人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听你对雷斯文达的那个看法，然后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种倾向，就是一定程度上你是在那个，你一定程度上否定改革开放？是。第一点，我不是美国的户籍，我是美国公民、美国国籍啊，没有户口啊，所以我是啊。那么需要我说什么吗？啊，你说我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改革开放，是这么的。改革开放它是中国当时的毛泽东时代确实存在着两条道路。走资本道路还走社会道路。那么我刚才讲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的时候，当干部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些人呢越来越多的干部呢后来觉得在毛泽东时代太吃亏了啊，还是改革开放好，因为改革开放了他们就能从这个变成那个人上人啊，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不好当人上人，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改革开放有它的经济基础，就是那些当官的这个当干部的希望，因为在美国他要当个头儿，那挣钱挣的特别多，在毛的时代他真是亏啊，吃亏。那么但是那个资本主义啊本身啊，中国这30年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的话是除了中国官方不认同以外，其他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吧？中国是一个，因为中国整个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东西。你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变不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它就是资本主义的。那就像你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帝国有改变不了帝国有一样，对吧？那么，资本主义本身在一个落后国家有非常大的潜力，发展经济的潜力。这个你不用走远去看看《共产党宣言》里边对资本主义的那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描述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纪创造出的财富比整个人的历史加在一块儿多，对吧？那么为什么中国这30年资本主义发展这么快，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就没有？这里边其实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有了头30年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中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早期你要1949年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西方列强不会允许你走独立自主搞自己的工业。那么有了30年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才有本钱跟西方列强谈判条件。为什么中国现在交通、能源、金融、通讯、外资很少很少，都是中国国资控制的，对吧？就说你有了本钱，你才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要从开始走资本道路，你就不可能有自己民族的工业所以这30年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这是一个从经济角度上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说美国本身他自己的发展也经历过一段跟与世隔绝的历史。美国二战以后，不是美国内战以后南北战争以后，它的关税提得非常高，上100%的关税，去保护美国北方的工业不受欧洲英国工业的侵犯其实内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打起来的不光是这个，但是这是一个因素。那么美国工业强大起来以后，它才逐渐降低关税，它才可以和西方和这个欧洲的工业品才可以平起平坐美国过去也是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也是盗版的，也是抄袭的，到美国自己开始有很多版权需要保护了，它才承认欧洲的版权，对吧？所以后发起的国家必须有一段和与世隔绝的自己的发展，才有可能融入到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去这个东西很多右派不承认的，但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改革开放，我不是说它好坏，好坏你们自己去判断，我说它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是事实，对吧？你是一个国际友人，
像你说的出来，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上，你对中国能否强大是什么？肯定能。是一个强的造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啊，你想象没有想象到，在台湾，他们有类似于伤痕文学去描述中国的土改，是怎么描述的呢？中国的土改，五十年代初进行了一场土地革命，那是惨无人道的，是强盗般的。为什么叫共匪呢？把我们家祖祖辈辈的农田凭什么给拿走啊？分给那些痞子。他们描述的土改是残暴，是恐惧，是罪恶。但是这个历史，你看，你看着谁？莫言，他写历史关于土改，他不敢写。他不敢否定土改，他写的是抗日的时候共产党游击队怎么比日本人还坏，解放战争时候解放军的战士怎么比国民党还坏，那么解放以后大跃进的时候共产党的人怎么去比人什么都坏。他不敢写土改的时候共产党怎么坏，那就暴露他自己了。可是在后来他的作品挖掘，他对中国的这场生命确实也写了很多残酷的事实，是他不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的那些事实结果吗？就是他的作品是，但是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你的有个立场问题，就是你是在毛泽东时代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过激的东西，谁造成的？你比如说饿死人的情况，谁造成？谁负责？怎么出现的？你看对这个你说很多这个历史怎么着吧？就我的观点是通过我的研究达到的，那么我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你们的观点是在没有做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因为据我所知，这三十年你看不到正面描述毛泽东时代的作品，是不是？对。咱们后面这个律师对吧？这个打官司，你必须听原告也听被告，才能做出结论来，对吧？原告、被告，你只听见原告，你不听见被告，被告没有发言权，你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两人打架，你光看见他打我了，你没看见他打我以前我打他一拳呢，对吧？因果关系你不看全面的，你不会达到一个公正的。即便是我们把历史弄清楚了，我们观念也仍然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你比如说土地改革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狼吃羊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正义的。看你是狼还是羊了，对吧？土改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看你是无地农民呢还是地主啊，对吧？谢谢。这么多人怎么办呀？我这个好，你再提吧。
三年，您父母还有您个人经验，我想提拔从发电机到炉火大革命，再到八九十年代大市场变化，然后这段时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父母还你是一个地地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么你这六十年会怎么过呢？对，各位，这里边是你讲的中国农民的地位变迁是吧？有这点意思，就是这里边啊，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有所有人谴责当时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学生上山下乡。我确实有点困惑，我跟好多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知青跟他们聊过。你想想，中国当时啊，这个户籍政策，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确实是个大问题。我现在这方面还不太了解，还是有很多困惑，不太懂。但是我想，就是说，城市人让他到农村去，认为是一种惩罚。那么农村人就应该得到惩罚了。所以这里边这城乡二元结构，就对农村的这种二等公民的待遇，这东西是不合理的，对吧？那么尤其是今年，你看把毛主席时代的什么都能否定到了，但是为什么户口政策不否定掉了？它有既得利益。所以呢，如果我不太说这个，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只是说，就是说中国农民当时有两个倾向，他有走社会道路的倾向，也有个人发财致富的倾向。那么社会主义的时期，毛主席当时叫组织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他们落后面貌，一大部分改变了。当时中国搞工业化也是确实是需要农民做出很大牺牲的，但是当时农民如果不做牺牲的话，中国工业化从哪来？中国当时80%的人口来自于农村，那么80%的人，你要是雇农民雇腰带，你要搞工业电钢，搞这个机器制造，这些人他不生产和农民能交往的产品，但是他们要吃饭。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在毛主席时代就是靠大家共同艰苦啊，靠这个农民雇腰带，工业化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对不对？没有工业化，农民永远在土地上用锄头去种地啊，一年到头打粮食就够自己吃，多余管多少。那么今天中国的农业很少人，基本上是老婆老太太，是吧？农村是3899部队站岗啊，38是妇女，99是老头，61是儿子，对吧？那么这些工业化，中国现在是确实一个工业国了啊，工业国在各种标志上来看都是工业国。这个工业国的起步是在毛主席时代的啊。那么今天农民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了，农村里边真正从事农业的人非常少了，是不是？是，现在大部分所谓农民工是什么？他就是工人阶级啊，他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人口。所以中国这30年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把中国有80%的农民变成几乎60-70%的都是工人阶级，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但不是最强大的工人阶级。一旦中国的工人阶级崛起，那了不得，会改变整个世界。各位同学，由于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说我们让杨教授也不要再回答我们大家的问题了，别让他老人家没空等到一定要休息。我还老啊。那个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听杨教授对我们新中国的过去，杨教授好吗？杨老师对新中国的过去进行了一些介绍。
我知道大家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想跟杨老师提问，但明天在湖大和第一师范，湖大杨老师还有两场演讲，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湖大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再跟杨老师一起沟通。另外，我们给大家发的一张宣传材料背后，有我们中南大学马列研究生会的一些思想和学习方式。我们最近在申请招录，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可以联系下面。